缤纷秋季，换下手机和我一起出门采些捡些落叶回家做些绘画题材吧。是我收集到的树叶以及珍贵的礼物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继续。 Thank you for watching. We will continue next episode. 等一下先把这些树叶处理一下，把水分吸掉，以便保存，也便于作画。把收集到这些树叶在本机上，把它镶嵌到里面去烘干。折上去，放在一边压，把它烘干。这个是上个星期的，现在已经干了。这个是上个星期已经干了，等一下可以在上面作画了。这个平整已经干了。